然后他看着我拿出摄像头来了，他就说好吧，只要接待我们俩，这个医院都不用干了。我这一餐吃好，我恼火。你呢？那不是吧？那我现在马上去。两天了，要离开这座城市了。哎，我觉得这段时间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知道吗？真的快，每天都是赶进度一样。我们要去海边轻松一下，我们看一下，叙利亚人他们是怎么度过他们的假期的。放松。对，然后我们要去的地方叫纳坦西亚，是他们的一个海滨圣地。他们每当一提到那里，就会说啊，游泳游泳，他们很喜欢去，知道吧？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想放松的。我也是想放松。走，问一下。Hello. Bus. Go Latakia. Bus. Lata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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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much? Money. Money. Asha. Oh, fine. Asha. Okay. Okay. Chocolate. 走吧。我兄弟，你这个里面。爸爸玩，这是他们放的汽油呢。My friend， 不走。Taxi。哎 ，taxi。This taxi， yeah。Anna from taxi， 对吧？啊哈。From taxi。Yeah taxi。No problem。啊哈。Yeah no problem， no problem。啊？对吧？啊哈。怎么回事？Ashwin da kuna najra ya。ما بدي اطلع على الكراج؟ What happened؟ 干嘛？我们只是叫车，干嘛要这样子？他们对司机好凶哦，怎么了哟？我们即将离开这座城市了，时间的力量真的好大呀，它改变了一切东西。然后现在它也逐渐在变向好的一方。这应该是阿拉伯最高的楼了吧？你看，全部都叠着石头呢。打仗的时候都把窗户给堵死，防榴弹飞进来。啊，这个清真寺也很漂亮，好像没有被损伤过。这个清真寺。不知道啊，我应该解释得很清楚啊，这个事情知道吧？对啊。然后现在他刚刚又跟我说要10，然后他看着我拿出摄像头来了，他就说好吧，还是5，到了车站再说呗，多半又要扯一下皮，知道吧？那可怎么会？那我还是有点害羞吧，是不是 ？It's okay， 来，啊，It's okay，It's okay，我们被你给他了吗？钱？没有，还没有。好，把钱给他一下。啊，你给他干嘛？哎，你把钱给他。哎 ，sorry， 走了，你说。还带钱呢？哈哈哈哈哈。No， 哎 ，thank you，it's okay。It's okay，shukla，shukla。哎呀，太好了，带钱。Okay，thank you，sir，thank you。Very much。好，没坑我们。拉他给啊。拉他给啊。拉他给啊。哎，我照合影疯了。再等一会儿，我们的车就要出发了。你牙齿又红了，还是红的？难道那刚刚合照全是红的吗？绝对的。妈呀，我要哭了。丢脸丢惨了啊！尴，这是真的尴尬，我跟你说。哎，这个车还挺舒服的，是长途大巴。那我们是坐哪里啊？OK， 没事，我坐里面。OK。哇。很舒服哎，这个椅子，这个椅子要比我们平时坐的都舒服。嗯，再见了阿拉伯，希望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好。也不知道下次我们再见是什么时候呢？很快就会再见，我觉得。也许吧。郊区也有人搬进来，开始陆续开始搬进来居住了。对。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了。我们眼前的那些树，应该就是开心果树吧？开心果。对对对。是吧？这些是新修的吧？新修的啊，对，我看到希望了，我不讲。
对啊，后面一个人在脱鞋。人脱鞋啊？对。怎么样？味儿重吗？上头。后劲儿真十足啊！真的还带着香水味儿，真的还带着中东哥们儿特有的狐臭味儿，对。中。中。还有茶水喝呢。又送茶来了。14块钱，我是穷屌丝的，180公里，我是穷屌丝的吗？价格有点贵。你发觉没有，刚刚我们路过了伊德利普，他们但是没有走这面，本来走这条路嘛是最近的，嗯，到拉塔吉亚，但是他往下在走，看到没有，他往这个下方在走，往更远的方向在走，肯定要去绕路，所以说这里还是有点不太安全。对对对，司机大巴司机最清楚的。沿途这些城市啊，它真的被揍成鬼城了呀，人都没看到，全部破坏完了，沿着公路压。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检查站，然后全车都检查完了，就乔治一个人是吧，过不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下去好一会儿，现在都还没下来。哎呀，好慌啊，不知道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登记扫码，这就是他们最先进的查身份的状态了，知道吧？那我是手抄，就是我说什么，我在这待几天，这就记录一下。然后欢迎来到拉塔吉亚啊，很用力的握个手，那是怎么弄？没有说啦啊，没有说啦，没有说啦，估计是个很比较严格的检查站，知道吧？轻轻松松找的宾馆，其实我觉得喜欢叙利亚原因就是可以无缝连接，知道吧？就是不用去做什么公交系统，虽然说我们很难掌握它公交系统的消息，知道吧？那就因为他们的这种出租车特别便宜，3.5公里的话也就6000，6000大概相当于是人民币的9块钱嘛，对吧？但其实对他们来说哈，价格会高了一半，至少是。对，价格高了一半。应该会，他们是3000左右，我觉得。差不多，因为他说6000的时候，他很快就答应了。啊，对对对对，他开价是10000。开价是10000，10000，10000嘛。敲一敲，更健康吗？更健康。这座城市就完全没有被战争所破坏啊！哇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啊！我们先去找宾馆吧。找了宾馆之后，我们再还可以再探索一下这个城市，可以看一下。明天我们可以好好的在叙利亚来一场度假。吃克了，好吧。这里还有个宾馆，我们去看看。你觉得这里敢接待外国人吗？不知道。我觉得不敢。应该可以吧。Hello。撒哈拉宾。哎，这里有个宾馆，不知道，过去问问，这里敢接待外国人吗？哎，这个老板好像就是那个。嗯哼，问他一下。应该可以啊，他带我们来。啊，这很适合我们的气质啊。This good. OK. Sleeping. The high combat. Yes. 嗯哼。我们有两个人的。No, two. Two, best. Until in the best. Thank you.OK, 只有我们两个。OK, 可以很忙。OK, go. 套嘞。多少钱？大力加分。哦。OK。黑熊包，黑熊包。OK。他是不是还有一个房间？哦 ，hostel。我也很忙。上下两层的对吧？也很忙。OK. 只有我们两个人哈。Hello. OK. 马في حمام. ليك في حمام, ليك في حمام, هم ما في حمام, حمام برا. 好像还可以做饭的。你听懂啥了吗？我啥都没听懂。تفضل. OK. هون كام يوم. هون كام يوم. يوم. يوم بس. إلا بكرة وبعد بكرة.
Tonight. Your man. Tonight. Do. Yes, hey. tonight. Hey. You can speak English? Yes, yes, sir. Thank you. Hey, yes. Okay. What you should that be? I have. 哎，终于有一个哥们会讲英语了，真的。You just want to be here for 2 days. Yeah, yeah. Tonight. Hey. He said that for 2 days he needs $70. $17. Yes. $17. No, not 17. 17. 17, 17. 17? No, 70. 这里都要$35。哇，好贵。这个房间也太差了。但是它差不多这个价格。那讲个60。讲个50呗。哇，这房间也这么差。15 is okay. 15. I'm welcome slash. 50. 50, yes. 50. Your man. Okay. Yes, tonight. Okay. Okay. So 2 person, right? Yes, for 2 person. Okay. Thank you so much. Ah, thank you so much. 是克兰。Passport. Okay. 本地人住这个房间哈，可能就$5吧。$5啊，超过$5，我绝对我跟你信。对，这里$50，2晚。就只要接待我们俩，这个医院都不用干了，我感觉。对，因为我刚刚看到，我其实一过来的时候，我以为可以用叙利亚棒去转，但是不行，知道吧？还是得用美金，美金的魔爪嘛，对。可以吧，就这样吧。将就吧，就两天。嗯，今天已经第一天了呀，晚上就睡也就过去就没了，是不是？这里发现没有，其实没什么电的。哎，这里电力不够的。电力不够的。我们住的这个宾馆很有特色啊。这宾馆是我们应该在这么久最烂的一个。也是最便宜的一个。嗨。好漂亮哦，妹子，我的天哪！来，拍照，把这照在哪里 ？OK。雪克拉，雪克拉 ，It's so beautiful。好漂亮哦，真的。你心动了吗，老婆？我心动了，我真的，海边真的感觉不一样哎。是吧 ？Hello。哎 ，Hello。From where are you coming？ 啊 ，Japanese。啊 ，Sydney。啊 ，Sydney。Can I add you a subscriber？ Okay。Of course。Okay。How much？ How？ 嗯 ？When you come？ When you come？ 哦。Just local one. Win. Time. When you come? Oh, today's birthday. Oh, yeah. Birthday. Welcome. Shukla. Alapo, come here. Okay. Yeah. Thank you. Shukla.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vacation. Hello. 哎呀，不是，你知道吗？这种感受就是，他们跟我们打招呼，他没想到我们会回应他，对然后我回答之后，他们哦天哪，他们竟然回我 ，Oh my God！ 这种感觉，对，你玩微博的时候啊，明星回了你的那种感觉，天哪，我要把它截图下来，他竟然回复我了，我们去海边看看，好，顺便吃点东西，好，钱带够了吗，老婆？带够了，今天钱带够了 ，Hello。这地儿估计没见过什么外国人吧，嗯，是不是？肯定他们见的俄罗斯见的多啊。对，像我们亚洲没有，肯定是基本上没有见过的。对。好 ，Hello。Hello。这里，下一步。哈哈哈！这里这家餐厅。这里吗？对，这看着有点不敢吃啊，老铁。怕老婆有钱。真的假的 ？Hello。Do you have a dinner？ Dinner。No. So this okay. Is this coffee and here coffee and restaurant. Puka. Restaurant. Yes. Okay. Oh, no dinner, no lunch. Yes, we have lunch. Okay. Which food your favorite? What? Favorite this. It's a 6 sandwich small with shawarma meat.OK， 这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他喜欢这个，我就点这个呗。Very good. OK. One. OK. 你呢 ？So another. Yeah, recommend. Shishitao. Shishitao. It's different. Yeah. OK. So this how much? How much is this one? 1 minute. OK. For price.90块钱左右，要不要吃？嗯，
是吗？嗯。OK。对。OK。价格是跟我们上次吃的一样的，嗯，12000左右，但是它这个餐厅不一样啊，就装修的风格这个不一样啊，对啊，就看起来就贵一些，然后高端啊，嗯，然后那个吃的90多块钱，那天哪，那是小路边摊，好吧，对，但是我觉得他给我们价格应该也是算贵了的，应该会，因为他没有留问价格，他不知道。Yes. 他还要再去问一遍，对对对，是不是嘛？这个价格，你作为商人来说，价格是最敏感的东西。对对对，搞不懂啊。嗯，我数学那么差，我哪一次有数学算的价格算错了？算错过的吗？是是吗？嗯，等着吧，我们看来上些什么好吃的。嗯，我的天，这么多啊，这个。突然觉得值了。Chicke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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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吃的。Shawarma meat. OK. OK. Small finger.OK OK， 哦，这样薯条，太棒了。OK， 哇 ，Fettuccine Arabic。哦 ，So it's very good， very good， OK。Shukran， and fresh bread。OK OK， 新鲜的，嗯。哇啊，这个好多，我天哪！等会儿别吃了，我拍。你要拍一个。嗯哼。Which one？哦，他们真的服务极致啊！我的天，这个看着还可以哦，就是分量很小了点啊。铁子，我一会儿又得加餐了，我一会儿又得去补一个。我觉得你得加餐。方便面啊。嗯。好，可以开车，开动。开车。然后再沙拉。是。嗯。很新鲜，很 fresh。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墨西哥了。嗯，是吗？我没吃过。是不是叫塔口忘记了？反正有点像墨西哥的那种。嗯。它是放了很多这种脆脆的东西。好的。这像我们的春卷，里面有放肉，再加一些酸菜。我觉得是牛肉。嗯，对，很好吃。这分量少了点。嗯。几根？这吃的是个精致，吃的是个档次，吃的是个品味。来，老公。美人桥是优雅，永不过时。哎，是吃方便面来的，实在。你这是什么什么玩又嫌丑？来尝一下鸡肉，就是鸡肉。好、哦。嗯。就是烤鸡肉嘛。对，我把它夹在饼子里吃，应该这么吃的。我们吃饭，他们就不停地过来服务我们，他们已经在远处一直在看我们，你知道吗？就问一下我们要不要帮你倒啊，还好吃吗，还要不要其他东西啊，能不能让我好好吃饭。我觉得中国人不太喜欢别人帮你做到那种，嗯，就事无巨细的帮你做好，嗯，需要一些私人空间，大家聊聊天说说话，就安安静静的吃就行了。嗯，但他们阿拉伯人不一样，就给点小费，我甚至觉得他可以帮你穿衣服。嗯嗯，是吧？对。 Yes, vegetable.With meat. Oh, okay. 嗯。你知道吧？你看，没事就走过来喊两句。你觉得洋葱怎么样？在中国吃洋葱吗？嗯。然后，哎呀，兄弟，我这餐吃的我真的，再一次彻底的把我想当明星、什么想当百大的梦给扼杀了。嗯。一点都不想吗？一点都不想，我就想当个普通人，真的。20, 26张，确定是26张吗？是 yes okay. 26其实我怀疑他们啊，他们给我们报价了，就是他问了那边的价格，然后服务员又自己做一个价格，知道吗？因为他都是拿笔给我写的，嗯，知道吧？嗯，他没有开单子啊？没有单子。Nice to meet you. Bye bye. Bye bye. Shukran. Bye bye.我终于要走了，我终于离开了，我这一餐吃好恼火。你呢？心累，真的。不是真的心累，就是好好吃饭，就是来了四五个人、五六个人，然后要不边上聚集一堆人。对。对。好可爱。Hello。耶，我看一下车。不要看美女被车撞了，这个不划算啊，对吧？每次小女孩见到我都是啊，Oh my God！ 我怎么会？就是我也不知道还要表达什么，我想不出来。
这里漂亮女孩子好多哟哈。对啊，你们那么漂亮，你怎么看到我还那么惊讶嘞？对啊。哇，沿海一带好多高端的建筑，他们感觉还挺有钱的样子啊，在这里。我估计啊，他们很多的富人区都会在这里买房啊什么的。海边嘛，毕竟舒服啊。对对对。天气又好。你说人类为什么很喜欢海边呢？你知道吗？我在阿拉坡，我老觉得来了海边就很放松，发觉这里又没有沙滩，对面是海边，但是他都一直这么拦着的，气人真的。是啊，大海嘛，一望无际嘛。对，它这个海景房啊，你看多漂亮啊，是不是？这还有很多耍朋友的，在这里，在这一带，是吧？我们这里过去居然一直是没有海滩，知道吧？很奇怪。这个社区好热闹哦，家长们带着小孩来玩。我记得哈，这是90年代我们那有一个这个球，我经常钻进去玩。知道吧？真的吗？哎、真的，我没印象，我没玩过这个。也有这些东西，那个我都玩过，有都有。好吧，慢慢玩吧，小宝贝们。Hello, you speak Arabic? No. No Arabic, yeah, only English. English. Sorry. I am sorry. No problem. No problem. Okay. 他以为我会说阿拉伯语，但是 oh no Arabic. No English. Okay. No. Okay. So,Okay.小猫猫在这，走啊！对啊，我也不知道该干嘛，我现在我有点懵啊，知道吧？但是这晚上没电，就感觉人要就已经进入睡眠状态了，就。对啊，没电了，生育率会提高吗？会。我还知道他们的邪恶用心了。我懂了，我懂。黑暗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晚上出来，我觉得晚上很热闹啊，是不是？对啊，我没想晚上这么热闹。对，我们回到我们宾馆了。我们宾馆唯一的一盏灯是对面的一盏灯，好黑暗，兄弟，这果然是25美金的，美金的，可能对他们来说5美金一晚。对，再往前走，我们是被截胡的，知道吗？其实我们本来是萨拉丁的，知道吧？哦，后来被旁边是被他们截胡的吗？对对对对对。哦，哎，没事啊，哎，走吧。哎，后面的二分之二。يومين إيه هاي إنسى إسا إسا واحدة ثانية إسا واحدة ثانية تيو it's okay نينات كون يوم وبكرة إسا واحدة ثانية وبي حياة إذا تيو two person one那不是吧那我们现在马上去换了这个怎么可能换这个太贵了这个两个人的 two 呢？So no, okay, I'm take. It's too, it's messy. 可以啊，可以 ，OK。好 ，OK。好，现在打开了给爸爸睡，你到8.5睡吧。这个酒店100美金，你跟我开玩笑？开玩笑呢？当当，老外是水鱼敲呢？这个也敲得太狠了吧！这个2100美金。嗯。突然想回阿拉坡。我真的，我他说100美金，我马上去找更贵的酒店。我估计这两天可能又没法洗澡了。多反正没法洗澡。哦，只能，妈呀，抵着冷水强硬的冲一下了。对，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弄，好像关不了。哦，他要调到试一下，嗯，对，他要调到那种合适的地方。好了，我还得比服。OK。老板说不用关，这里很安全的意思。好吧，我也觉得很安全。看书吧，这不看书能干什么？晚上只能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情。不该干的事就是早点睡觉。我的铺盖的味儿好大，天哪，
说实话，我在英国来没遇到那么大味儿。我这边也大，好不好？我感觉像被那味儿包起了的感觉。天哪，这太过分了！50块的招待所，50块的了，50美金的招待所吗？啊，对，住2晚，然后他还想让我们再加50美金，我宁愿去加20美金，加二加30都行。说的理儿乔斯，这富二代加不起这20美金。就是有点加不起，如果一天70美金，我还是每天住这里，我总比住帐篷舒服吧，是不是？住这么小不也是哈？不，我们的帐篷还挺贵的，我觉得帐篷应该舒服一些。都是帐篷住了一会儿，别人半夜3更3-4点叫你起来合影，烧了烧了，还是住这里好，是不是？我忍了，我忍了，我忍了。OK。怎么了？嗯，想洗澡。别想了，老婆，这是你等屌丝能奢望的洗澡的东西。啊，天哪！那就混吧，老婆哈。唉，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50美金花的太不值了，只是这样而已。嗯，这个环境我倒是觉得还可以接受了，我能接受了，我都能。我们倒班都住过，这个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就是觉得50美金花的不值。好歹是个单间，对不对？嗯。哎，开唱了，兄弟们，你们这个倒有电。